各位棋友，欢迎来到包管讲棋。本次包管又来上分系列了。这个上分系列刚刚在调整的时候，不小心选错了，选成了三加零骰子。所以既然都已经选了嘛，然后我们就硬着头皮来下三加零吧。好，那现在既然讲到三加零，那速度想必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了。那在三加零的骰子中，可就不能时间输给对手太多。只要输了，时间什么事都不用做了，是吧？时间输了，等于整个局面就没救了。所以三加零的骰子，时间是个非常关键因素。就好比这个对手只想拍时间，什么事都没做，就一个被我简单抓双拿下这盘棋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第二盘对手。既然都已经不小心选了三加零，那我们就来继续下去，继续选三加零，看看能不能连胜。好久没跟各位棋友下三加零了。三加零的赛制就像我们说的，顾名思义嘛，三加零加零就是一切，所以时间绝对不能输对手。对手摆明就是冲D4，那我赶紧先补个E6，准备冲D5反击他。敢冲我就交换。啊，他想利用这个牵制不给我冲 D5，没关系，交换交换，准备冲 D5。来，怎么做抉择？敲，那我就骑士敲，给你个中性骨兵。给你一个中型骨兵，呦呦呦呦呦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这个小坏坏，这个小家伙想干嘛？这里将军顶你，敲掉敲掉将军补位，没事，炸你来，咬个后，你后去哪？把你白鸽主将给换掉，你敢将军我顶兵，敢将军我拱兵，来，很专业是吧？想要套路我？看看行不行？敢将军，我就拱兵，你给我散后，散后就换掉你的白鸽主角。来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好，现在哎，时间一样多了，很好。现在时间一样多了，他选择换掉哎，来，我们来交换掉。换掉之后，你就这个中型孤兵了，是吧？一个孤兵的小孩。那现在既然对手中型孤兵，那我就不用客气了，他中型孤兵我就打他。既然他忠心孤兵，就比较客气，打就对了，先打他再说。打他的皇后，把他后赶回家，赶回家我就将我的白鸽主角复活，准备城堡也复活。复活武器显得专业。那现在他想交换我的黑鸽，交换我的骑士，没有玻璃出资。那我就继续出子到 A5，他敲我就敲，用主教敲保持他的孤兵。很好，这波交换他的孤兵依然没有解决。既然孤兵没有解决，那我是不是要趁胜追击呢？想想看呐、想想看，不要急，打个先手。换 Q 哦，你有孤兵，你要换 Q。你有孤兵，你要换 Q。你有孤兵，你要换 Q。我先拒绝好了，哎，拒绝一下，哎，不急不急，让你孤兵继续待着，我的 Q 保留着，对你孤兵可以继续制造压力。好，打我的主教，打我的主教，那我主教就闪开啊，可以吧？主教闪开。干嘛呢你？干嘛干嘛？那我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他想骗时间吗？不急。我操，这个是骗时间吗？骗我时间，突然一时，这个是不是送兵？他送兵呢？哇哦，骗时间加送兵，没看到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敲敲敲。骗时间加送兵，真恶心。哎呦，我忘记我下三加零了，差点被他拍死了。我差点忘了我是下三加零的骰子，我可要小心才行。三加零骰子，时间就是一切啊，时间输了就什么都不用砍了，是吧？时间不能输啊，时间输了就什么都不用，什么都甭谈了。现在大家都进入一分钟行列，一分钟行列。现在我能不能给宝敲宝，直接皇后甩到D4来？他要做什么抉择？
他的弟子兵没跟呢，准备 Q 宝敲宝，引开后敲到地势再抓提示，能不能成功呢？现在他的宝在三险这个城堡对我有些威胁，他可能选择小兵狙死 maybe， 但是现在我时间已经领先20秒了，领先20秒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，三加零骰子时间才是一切呀、啊，小兄弟，干嘛了他？给你个宝敲宝。给你个枪，给你个躲王，你跟我想无限长江不会吧？哦，机车，这个是无限长江寻找河骑吗？哎，被河到了，好机车啊！啊，机车机车，被河到了哦。来，我们第三把三加零，刚刚一胜一和 ，maybe 好像忘记了，没关系。一胜两胜吧 ，maybe 好，现在第三盘嘛，管这么多，反正三加零既然难得下了，我们就来让各位了解一下，在三加零的赛制上，时间才是关键呐、啊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既然时间是关键的话，那我速度绝对不能输对手，速度不能输对手的话，那局面太多复杂，对我不太有利，是吧？所以我就先尽可能先出纸，时间上不要输太多才是关键呐、啊。对手下好快哦，想把我拍死，真紧张啊！对手这么快干嘛？抽拱他。那我出宝。对手下真快，让我都有点紧张。想干嘛他？哎，时间现在一样的。哦，对手原来只是快一波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战术？哇哦，战术没看到，我傻了。果然战术提炼过多。哎呀，我傻了，战术提不过多练习。他居然送骑士，我没看到，我真是傻了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那我就冲，抓这个宝，准备破他兵。他会接受这个换掉吗？会接受兵敲兵，或者骑士敲骑半堡吗？他会接受吗？好，他接受，那敲。他接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那我就赶紧继续交换。既然多半堡了，就不要客气，全家给你个换光光。换吧，是否交换呢？拒绝，不可能拒绝是吧？交换掉，很好。黄光光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做什么坏事？想打我是吧？想打我哦，真可怕！那我就先补一个，守着你，看着你，让你骑士不要动，动了骑士就换后。应该没问题吧？感觉怪可怕的，但应该还行。反正我现在多半堡，多半堡欺负他，城堡准备吃到170。反正我皇后守的提前守住这个巨鳄，他没有任何的考题可以考我。这是干嘛？这是抓兵，抓兵，抓兵，我就先守兵 ，B 二给他，我吃一七，有没有系列？我看一下。我吃一七，给 B 二吃一七 ，A 二也给了。难，下棋好难，下一个。抓一个，来这里吧 ，maybe， 不知道，看上去喽。哦，下棋好难哦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被摸了 A2， 感觉怪可怕的，因为他的 A7 兵可能随时是一个隐藏的皇后，是吧？但是还好，还好我们赛制是。三加零，所以三加零的骰子还是有一丢丢机会，把他拍死。骑士被咬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想干嘛想干嘛？这个小坏坏，想要干嘛？他先把我的王闪开好了，嘿，那我就抓你，你这个 Q。怎么办？你这个 Q 闪开，我拿 N 呢？你怎么办？他是不是完了？是吧？
他看来在时间压力下的战术能力不太行哦。不错不错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我守住了。想干嘛？最后一片骗抓我的城堡带杀气。哎呦，有骗哦，这个有骗，那我就先敲 Q 就好了。想骗谁？再骗呢？把你宝都敲了，还骗？还不扔？是吧？哎呀！